主料，青椒两个，大白菜250克，午餐肉1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生抽、生粉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青椒、大白菜洗净备用，午餐肉备用，午餐肉切条备用，大白菜切条备用，青椒切条备用，热锅下油，将午餐肉先煎一煎后盛起，原锅再下油，将青椒倒入翻炒一会儿后盛起，并将少许盐调味，原锅再下油，倒入大白菜翻炒一会儿后，再加少许水焖煮，待大白菜煮到出汁后，将青椒和午餐肉倒入一同翻炒，最后加盐和生抽调味，并加少许生粉水勾芡，可以上桌了。烹饪技巧，午餐肉有咸味，盐要少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